各位朋友大家好，本影片特别为您介绍张家有机蔬菜园和张火炉先生的文艺创作工作坊，欢迎您的观赏。愈坐肉的愈肉嘛，我说三十二肉就遐肉。对了，香槟网式是使用 PU32 木的坚固耐用的纱网，柱子是使用自产的免费竹竿组合而成，达到了花费少效益高的目的。在这里精心栽培的蔬菜旁边看不到一颗杂草，同学啊，佫唔免家己规站背影。这边看到的这是 A 菜，它是叶酸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生一步一，成功失败论富贵。菜园的旁边设置了一座露天的莲蓬头。喜欢的日子，第一步够三刻时。接着，火炉兄带我们到菜园旁边的烤肉区。看到的这个是容量18朵的米瓮水缸，转角处挂着一组自制的抓虫器具，听说效果不错。什么人生什么关键，真的拢艺术家就是。这里见到一棵老虫的瀑树果子，是早期儿童玩具枪的子弹的一种，这是40-50年代的人才知道的童年回忆。喜欢的日子，第一步过三刻时，穿过苍松的过去，小心讲出。这个是给十外起了，不十外级的风也无紧，这软一个。6分的啦，6分讲。6分讲用的啦。啊，伊这若风若较大，咱反正这今天天人嘛袂歪的嘛吼，袂用讲。这只只鸡啊。哎呦，这安尼用嘛无紧呢。这个叉子啊。哦，贵啊！那油拢袂安尼，是嘞，这叉子啊，这叉子啊，才落来。嘿嘿，对，我个清蒸先得无。好，安尼几尺？安尼20多尺，二十五，30尺都好。接着我们参观了火炉兄的文艺创作馆。有些书生完整的爱。
海鸥在空中翱翔。吃饱的啦，就是讲你讨价啥拢无啦，有花该自家叫啦。那个招了来了。目光炯炯，虎视眈眈的石虎。一帆风顺，还有对你求还可以有做，一帆风顺。啊，这里嘛，这里是伊讲的，这里我喊我妈好厉害，厉害的啦，刚来刚来。哎，那林大哥这几天怎么走？漂流木灯罩，黑猪猪啦，黑猪猪啦，这个黑寡妇啊，这个猪猪是猪啊，猪猪无语，这叫转钱猪。哦，是的，转钱猪。这是用漂流木雕塑出来的一位魔转乾坤。哎呀，厉害啊！哎，这地基哦，已经海运好啊，这边海这边好些啊，已经海些，啊，过来当魔转乾坤嘛。哦，好事哦。虎视眈眈，比喻眼光闪闪的盯着目标的老鹰。哦，这是屠龙刀，屠龙刀，倚天屠龙记的屠龙刀。张大师精心设计，采用水车碾米的艺术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台是高效率的除草车，这是一台既好玩又能快速除草的工具。张大哥真的能化腐朽为神奇。这是三角形的锄头精品。这个人才哦，大名啊！丁飞龙，丁飞龙，张大哥。飞龙，那当天你就想到飞龙。哦，丁飞龙。我飞龙，我温暖的呢，我可爱的，我。一级棒，这真的实在是没看到，没看到。